最困难讨论的，我觉得是座位表。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座位表的时候，才会听到说啊，他们两个不能坐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或者啊，他们两桌太近了，类似这样。比如说谁？比如说，讲出来。杨佑宁婚宴倒数卡关座位表，最头痛有人不能坐一起。人夫只可远观，不可亵玩哦。杨佑宁前年五月和 Melinda 登记结婚，7月31号将在文华东方补办婚宴。华灯大党林心如、杨锦华、陈柏霖、张孝全等都是座上宾，好兄弟 Junior 则是挡酒大队来着。最近是不是有变瘦？最近有吗？对。对。啊，夫妻俩近期也公开了精美喜帖，竟然是立体的哟。那是我太太的想法，她蛮多这种设计的一些想法，因为她以前也是学设计。所以这次的婚礼几乎都是新娘想出来的。她想，负责执行。那这过程都有没有争吵？其实还好哎，我们两个不太会在这上面有争吵，因为我们两个人喜欢的东西跟风格类型都蛮接近的。那小朋友有很？好，我女儿非常兴奋，因为我们有准备了一个小小的小婚纱给她穿，这样她就是穿着那个，然后会在我们家跑来跑去，然后自己一直照镜子。她穿了，然后不愿意脱下来。那当天会不会担心她可能碰到比较多人会哭啊之类的？我女儿蛮好客的，我发现我们家如果有客人来，她都会很开心、很兴奋。只是那一天可能是她出生到现在看过最多人的一次，我不知道他能不能够 hold 得住这样。有在勤保养，对，都要比以前还每天都固定有保养一次啊，希望可以到婚礼当天可以衬托一下新娘这样。因为我跟我太太，我们还是觉得一切都是简单就好，所以我们就没有选伴郎跟伴娘团。我们婚礼其实都是邀我们的至亲好友，所以蛮期待是一个大家来，然后好久没见的一个 party 的感觉。这次没有那么多，对，不到50。我觉得花费是在一个可以让大家宾主尽欢的一个花费状态。最困难讨论的，我觉得是座位表。谁跟谁不能一起坐菜吗？就比较精彩，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座位表的时候，才会听到说啊，他们两个不能坐啊，哦，对对对，或者啊，他们两桌太近了，类似这样。比如说谁？比如说，我不知道，公子，我不知道。